就这个歌，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是我小的时候最爱听的歌。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，是我鼻子犯的罪，不该嗅到他的美，擦掉一切陪你睡。如同剃刀般锋利，全军出击！我只是一介武夫，而且是一流。咋玩乌迪尔了？我只是一介，玩一把呗，那就。而且是一流武夫。我只是一介武夫，而且是一流。乌迪尔整个挺进破坏者不挺好的吗？脑斧形态。老虎形态结束以后直接切熊形态到对面野区，否认你的本能召唤师，嗯，你干哈呢？你跟谁俩呢？你在这偷我的野，我给你个嘴巴子，我给你个嘴巴子，我给你个嘴巴子，你还敢偷我的野，我操你猴子，让你尝尝熊的力量，你还偷我的野，小偷，我没去找你，你还跑过来了，还只会增长我们的狂怒，拿掉，你干哈呢？圣枪游侠干哈呢？圣枪游侠挂机了，哎呦，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，打个蛤蟆吧，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，这人也不知道干哈呢，先打个戏，打完戏以后偷他个小鸡崽子，给他留几个啊，给他留一个啊，这个小鸡儿，这卢仙到底搁这干哈呢？我们直接走到中路啊，打掉了吧？你还敢赶客啊？你赶客？你赶客？赶客？还赶客？我操你猴子！今天我带你跑了啊！你给我站那儿！赶客还赶，算了，嗯，溜溜球，跳弹，哦，是为弱者准备的，溜了，上路可以杀呀，我这一看。我这一看上路有机会，那就是我们的路，还不上，当当当，等他开一野性的本能指引着我们的拳头，我们打个石头人，
你这个卡特可挺膈应人呢，我这一看呢，来回跑啊，这卡特，我操了，今天啊，这个卡特指定是走不了了，我先来个三速海，我今天就死盯着你了，小伙子，我死盯着你，你给我注意点啊，我们不会，你给我注意点，我今天不盯死你，你看着的啊。你玩个卡特还敢野我乌迪尔，我是真是没想到，兄弟，我没想到你胆子能如此之大啊，你的胆子能有这么大。我们的本能，耶，你也给我留了个小鸡儿啊。给我压制他，你干啥呢？你没血儿吗？你为啥不压他呀？你跟我俩玩呢？完了，中路是个傻子，咋整啊？往哪走了？跑了。打个龙去。哎，往我这走了。这武器大师怎么整了个日炎出来呢？他们的死亡只会增长我们的火力。帮我打龙也行。来，潘森先扛塔。我就纳闷了，为什么维恩要先扛塔？别的我都不知道。再见。什么叫跑得快？让你们见识见识。你怎么的？你他妈八分钟你就要红？你要你懒个腿儿？你八分钟你要我的红 buff？ 我们的，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滚蛋！把我蓝还给我偷了，我就想知道俺们家上路到底在干什么，为什么就无限在塔下就挂机，就因为个什么，兄弟，咱们到底在干什么，我就无法理解。回到中路，我找到卡特，我让你玩，我还能让你玩好了，给我塔下也把他杀了，你咋不打他呢？哎呀我操，还整个我扛塔了，是真生气呀。不过还行，马尔扎哈没死，这波一换一。我刚才就在想，你说我到底是，你说我到底是扛这个塔还是不扛这个塔？我想半天，我操！你来回晃啥？他没有大招。那就是我们的路。我找着蓝枪呢，你来了啊！你来了，你来了，我喜欢你。
他给我打了，打完以后我立刻把这卡特中塔给他推了。把你高地都给你拆没了，我看你还敢不敢跟我在那玩，你还游走。我的妈呀，啊，哎呦我操，一顿高射炮啊，这都能把我杀了。没有一个人刚才碰得到我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一个人，就是各种技能往上甩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能碰着我，我近身没人，刚才就啪啪啪一顿远程炮射炮台，我就像在那种打仗的枪林弹雨，你知道吗？枪林弹雨之中，我正往前冲锋呢，人家啪啪啪一顿放炮，这大地雷。那就是我们的路。老卡特还游走，我让你玩。卡特快跑，人有点多，溜了走位一走，我熊的力量。哎呦，兄弟，我们的本能耍个醉拳王八拳。我的妈呀，你还能不能打死一个了啊？你一个你都打不死，你像人吗？快跑，卡特来了啊。赶紧出点血量装备，不的，咱来点魔抗啊！这把就干这卡特了，这把就大魔抗的给我伺候。自言自立，板甲，九头蛇，最终他还是掉了线。你给我往哪跑嘞？你今天一定跑不了。我蓝莲汉在这里发誓啊，没跳弹吧，没跳弹你往哪跑，你跟我说一声，你往哪跑啊？玩卡特你还敢野屋的啊？给你了，给你个屁，你有病是吧？你拿我红干什么玩愣呢？你他奶奶的，你还敢投我？我先把龙拿了去。我们的本能如同一刀般锋利。两条龙了，打个红，俺们家少个人儿。只会增长我们的狂怒。老虎拳，
看看女枪走不走，女枪不走把女枪收了，女枪走了去中路收泽拉斯，先扫一下梅视野，熊拳惩戒拍住我老虎拳抢我人头，马卖匹王八拳狗熊，把这个给他打了。不能否认你的本能，召唤师。800-400，出门。这把还是风龙地形，正好契合我们，知道吗？我虎蓝呢，又被你打了。哎，我蓝怎么又没了呢？打个峡谷先锋，这维恩可以啊。狗熊，王八，你个出个破日炎子，你还跟我打惩戒老虎拳？跑，狗熊拳拍住。别抢人头了，我操了，玩不玩啊？到底那六个助攻了，大哥呀，拿一个吧，峡谷先锋。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德拉斯搁哪儿？他马上要过来了啊！狗熊，闪现拍老虎拳，狗熊，你今天走不了，我拍死你！老狗熊，玩吧，狗熊溜了。这目击野人的回城动作。配一首歌，不能否认你的本能，召唤师。一会儿的卡特往哪走，给我追，抓了。放峡谷先锋，玩了吧，不能上了啊！这维恩怎么往人基地里边滚呢？啊！我操！你往哪走，小脑斧，狗熊拍住玩吧，狗熊走位，狗熊往哪跑，拍小脑斧，玩吧，蓝枪呢？蓝枪是不是在那儿扫了我一下？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
这个红我高低不能给，我高低不能给，兄弟们，这个红就这个红 buff， 你要觉得你自己的红没了，啊，很难受，那你就去怪那个潘森去，是因为我没有红，所以我才没办法给你红。如果我拿了对面的红，那么这个红就是给你。如果你要怪，你就去怪潘森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拿走蓝枪，蓝枪还瞅着我，还不走，我死了，兄弟们，我倒了，但我把蓝枪杀了。乌迪尔其实自己打大龙都能打，就是有点慢，也不能算太慢吧，我只需要几件装备就可以。第一件装备就是守望者铠甲，我需要让攻击伤害降低。第二件装备我需要一个布甲鞋。第三件装备我需要一个九头蛇就能打，就这三件装备我就可以去打大龙了。当然如果再加个三项的话那就更好了，我就会会这个武器大师。多么寂寞，无敌是我拍奥城界，瞅我寂寞，谁能明白我疼。溜了溜了，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，潘森咱就管不了了，这可救不了啊。哇，差一点点，兄弟，你要先大他我就活了，这波你没先大他，你先大他我绝对得活了。他过来第一时间他是先套技能的，那女枪两秒钟我就把他杀了，因为他出的是星矢啊，也行吧，换了一个中路。这抠自己地下呀，烫死了。人家闪现过来够意思了，他够意思个屁，他连卡特他都不大，他抢我多少块人头，我八个助攻他给我气坏了，都够意思呢，他一点也不够意思。那卡特我路过中路啊，我路过中路给他打信号他都不大，他然后人卡特是到打架了他给他大了，你们给我气死。这回我要能再让你拿着这个红，我就不叫兰陵汉。
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他血掉的有点快，我惩戒没惩回来，七百滴血。我以后改名叫吴彦祖，算了，吃点亏吧。我以后叫彭于晏。你跑！嗨呀！差个红，你看，确实啊，就差个红。你们自己玩吧，我肯定不跟你们团了，这把。我好气呀、啊！他抢了我三个红了。小心眼儿，不是小心眼儿，我的妈呀！他一个辅助，他抢了我仨红。他要真玩的特别好也行。你瞅他那个破装备，你瞅瞅他那破装备，你瞅瞅，你瞅一瞅，你瞅一瞅，气不气呀？你说气不气？完了，对，完了还抢人头，咱就别说辅助抢不抢人头这个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辅助也可以拿人头，没关系。你拿我三个红啊！你啊，拿我三个红，在这瞪俩眼珠子就搁旁边就抢，就愣抢。我跟你说，我就即使赢啊，你也得不到我的认可，我气死我了。受不了这气，不打野了，生气。